参加今天的决赛。雕琢梦想，刻画人生。雕琢梦想，刻画人生。各位同行与老师，请多多指教。每一位选手都是用心再去雕琢这个作品。雕琢梦想，刻画人生。感谢三安公司提供这次比赛的机会，希望每位选手在这次比赛过程中都有所收获。雕琢梦想，刻画人生，非常期盼总决赛的到来。大爱一生，我们支持你，加油！医学技术成就昨天，美学艺术成就未来。祝大家都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加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把牙从小做到。我们很容易走，然后我们会发现，两个中间牙是进行的流转。患者来我们这里的最大骨润，修理边高度密合，咬合良好，部分牙冠出现有用术的方法进行修复。该平面的连线它应该跟下颌的轮廓相协调。那么第四平面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今天的主题是重塑轮廓再现治疗。可以看到牙龈健康。没有牙周的没有牙龈的空洞，无论是在牙体的形态、表面结构、色泽。慢性龈源炎21，患者女，23岁，主诉上牙的话呢，有正面的牵拉线，值得整个四个自然能把血排和用多处位置重建以及美食修复决策的一个病例，由赵克主任医师整个病理学依据各方面制作还是不错的，国际上的标准做得非常漂亮，那个整个的计划也做得很完善，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特别是你还用了面孔转移，为什么就是单个一个牙有扭转有变色，所以把它做的就是跟自己牙一样，这一块儿确实是达到了理想的效果。那么这一个病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微创修复病例当中啊，第一例应该是种植只是小冠的，还是有小冠的，尤其是在桥病例本身来说，做的是非常完美的。这个开根自动化的修复术，我们医生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真正要得到的。